尝试看看。Oh my god！ 欸，可是它的纸，我这个纸要怎么去啊？它那个，哇！真的可以耶，哇，好吃。这个以后专门会做影片给大家讲解。第二个方式，转圈的。OK， 这种两边的挖边出来的会长这样，但我觉得它会一直喷汁哎、欸。可是上面这个还蛮漂亮，就可以这样子挖来吃。不知道这两个网络上最近流行的方式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呢？我个人喜欢我原本的用法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两边挖子其实也蛮有趣的，可是它很容易捏爆哎、欸，然后汁就会流的到处都是。我就想说，那就好好的切它就好了。就是如果你切成功，你看上面就会这样子，很像一个芒果的，不然可以吃。嗯，不知道你切芒果是用哪一种方式呢？拜拜。